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咱今仔日要向大家分享的俗语是“拳头师傅烧拍”。拳头师傅烧拍。台湾有一句热切的俗语：“拳头师傅烧拍”。拳头师傅是咧做啥物？用我的拳头接你的骨头，把你的长骨头医复原，整敢那石头。啊，毋就是接骨师，专门在拍拳头卖膏药，甲人接骨的。是的，伊是专门咧医咱乡亲，不管是跌倒啦，磕着、撞着一挂受伤的问题。我细汉常伫庙口，也是夜市啊。嘛，拢有看到拳头师伫表演拍拳头卖膏药呢。对，以前的拳头师拢无家己的店面，就爱四处流浪拍拳头卖膏药，维持生计。啊，毋过即摆医药发达了后，真少看到拳头师傅伫流浪走江湖啊。我知影教育部嘛有办过免费培训整骨师。若是通过实习，佮摕到职业证书，就是正骨正服师，就会当开业做生意啊。国际接骨师八段锦是一定爱学的基本功夫。八段锦是自较早一直到即摆的一套健身练功法，历史悠久。是八种像金砖的柔顺、优美的动作所组合，佫较是骨术精华，对血气流通，强壮身体，提升工作效率，延缓老化的过程，拢真有帮助，是一种真好的体操。若较早要学这套功夫，就爱去骨术馆。拜师学艺才学会着，虽然因拢学过功夫，但拢以健身为主，重点拢毋是要来攻击对手。啊，若真正去拄着对手，因为双方对战的经验拢无，无一定会照步来出招。因着拢袂照步来啊、哦。所以拳头师傅小拍，就是咧讲人。做事做代志拢无照顾来，咱若做代志无照顾来，想要偷食步，也是想要一步登天，安尼拢是太失败。所以做代志着爱有章处，照顺序去做，爱照顾来，就是按部就班。多谢大家。